好，再看一下它正手调打的这个动作，啊，调打的时候呢，是的，你的前臂是要掉下来一点，啊，掉下来一点，但是呢，你肘关节不要架起来了，不要成为这个样子了。你看，撇着了，你看，这样去调了，是吧？肘关节不要往上去翘，啊，支撑好以后，肘关节只是起到一个稳定的作用，然后前臂下来，前臂下来，掉下来一点，啊，肘关节要内收的，不能往上翘啊，内收的。 这样去调啊，啊，你前臂先要上来，再把球调上台，啊，你肘关节这样去发力的话，你的拍型，你看，你的拍型是侧对球的，是吧？没有正对球，你看，你看调整一下这个拍面，是不是有区别？啊，这是这个调打，来发，派几个球看一下。 手腕先过来，是吧？这下旋带点摩擦起来，啊，这发不转的。OK。 调打的时候主要靠什么？靠手腕是吧？正手主要是靠手腕的力量，啊，不是靠你肘关节去发力，也不是靠你前臂去发力，主要是靠手腕的摩擦。下旋呢，加一点摩擦，手腕多向上摩擦一点，啊，上旋呢多往前发点力，击打球多一点，是吧？看球的弧线的高低，啊，这样来调整。千万肘关节不要这样架起来了，拍面要对着球啊。 放下来一点，拍面要对着球去发力。搓球没有太大的问题啊，主要就是手腕有点僵硬。搓球的时候，我们一般是上右脚啊，包括这个台内，不管正手反手，一般是上右脚啊。拍面呢也不要太硬了，肘关节不要抬得太高，放松一点，靠手腕和前臂的摩擦。